肥旺臭干子辣条，8090的回忆，9.9块15袋，这么多啊！小时候爱吃，长大了也爱吃。臭臭的，辣辣的，香香的。我看现在的小孩子都是这样手撕的。15包挺多的，小零食，加馒头也好吃，小时候在学校里就加馒头吃。臭干的也不臭，好吃。